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明湘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夜市是最近听说比较品质比较好的静宜夜市，那它就在静宜大学旁边啊，因为离我家有一段，所以要开一小段的车，大概开半个钟头吧才会到。好，那至于现场的状况如何，我们就到现场。那实际走访这个夜市感想就是它也不大，可是这边的人潮真的是跟市区那几个比较传统的夜市
真的比不上这边啊，可能是这边现在也发展起来了哈、哦，然后这边的人口也比以前多啊，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夜市当然是没有，这边就是只有这地方有这样可以消费的地方，所以说人潮会多也不意外。好啦，那我要去吃东西啦，嘿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，当然又是夜市牛排咯。